这武器 90% 的人看不出来优点，这数据出现在这武器上是真离谱，起码能卖20万以上。啊，这腰带还行，这腰带2000，鞋子2488行。老板，我随便鉴定了啊，你要不然给我说一下鉴定啥，要不然我就给你随便鉴定了啊，我就挑性价比高的鉴定。就比如说去别的区的腰带3888，鞋子是2888，腰带这个区的价格还行，120的你们区太贵了，130的还行。哥，怎么说哥？120的图688买错了，那是不强化了。看见吗？强化。要多少级的？给我打个8技能新区鬼将，一般新区资源哥我是不播的。新区资源为啥不播呢？因为它只有亏钱没有赚钱，就是在大家看来有点傻啊，都是老板自己享受的，不限于直播展。如果你非得想打的话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准备好做好亏6000块钱的准备了吗？一个四技能的芙蓉，我有个朋友亏了5万多。好，随便鉴定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如果做好亏钱的准备，在私聊里给我扣个1啊，保底亏5000，我先告诉你。新区那种感受的话，就是在于体验嘛，就好像你开第一批开特斯拉的人，他的车是花100万买的。感谢8424哥的回应。大雁塔新出了一把无级别飘带，伤害达到了577，我去，谁能看出来这是一把高端的无级别呀，兄弟们啊！16钻宝石就过了900。900伤的无级别啊，超级的仙族花果山凌波城的武器。老板，这个无级别很炸啊，很炸，900伤的仙族都是仙将。女的我不知道，男的话可是来吧。听说我的四个人起飞了吗？斯多岭还行，玩的人不行。刘洋昨天没带神器，没开符石，法宝没灵气，去他妈打华山，没带野兽被人疯狂的放下，别人赢过来4000多，咱们赢过去1000多。想不想看内部的第一次华山录像？想看的兄弟们啊，有机会会刷到的。啊，不能告诉你们在哪刷到，因为如果通过搜索到的那种啊，他就觉得账号做的不厉害，啊，然后会降低他的权重，啊，就说有缘的会刷到的，全靠缘分。啊，这帽子好便宜啊！找找100级的，没准着，这130的也不贵。
输了怪刘洋，赢了说自己后悔，那本来就是嘛，他妈的你。给他妈啥家庭啥硬件他妈打华山，然后不带神器，法宝没灵力，腐蚀孔都没开。还行，他还是有素质的，临时打。老王给我打八技能新区鬼将，好的路人8424哥，我感觉你容易被骗子骗，大哥咱有微信吧？啊，加一下微信啊，大碗5268，刘洋跟8424哥啊，看一下8424哥的好友申请。别在公屏刷了，在公屏刷容易被骗子骗，大哥啊，你新区来的可能不太会玩 CC。到时候你给骗子上个号，给你钱游戏币啥都拿走了啊！就加这个微信大凡5268，一个字母别差。两车135期间吗？接啊，都这个微信啊，大凡5268。哦，仓库有，对，老板自己准备了，欠了老板6万游戏币啊，六万游戏币是6毛吧，5毛。不是6万，是7万。来了，兄弟们。14件120的，今天上一位老板鉴定了很多白板，这位老板已经逆袭了，刚才那个链腰就是他的啊。120蓝字一修理白板，白板啊，白板白板，今天白板真的特别多啊，蓝字等会儿会报复性的出现。3蓝字3蓝字8蓝字4蓝字，牛了，愤怒愤怒，万能卡愤怒，第四无双，我操，14件啊，阿胯。好，老板不能再浪了啊，这3亿干完了不能再浪了，要不然这腰练出来的啊白练了。我们的大涂山童呢，刚才不是咱们的练腰吗？我记得是国泰民安了，不是15吗？100级的不在统计范围之内。包不在多，有容乃大。哎呦，这泡泡是合出来的还是刷的呀？是他的，换了一个号，拿大号出现了，跟大家摊牌了。看看老板的大号，109级的大魔王，法伤1707，比我当年的女麻木高了100点法伤。10段的凝滞加深胶，凝滞不凝滞不要紧，主要要深胶。10段流云深胶 ，OK。鞋子齐心三叠深胶还是人造 ，OK。现在227差3点满屏 ，OK。衣服的话虽然国标防，但有深胶，容量13点 ，OK。武器的话伤害400，距离极限伤害只差23双加 ，OK。凝滞的话双法伤一法爆，伤害再加法伤，非常的 OK。侏儒性虽然不对，但是下排星辉石膏啊也 OK 啊。三主性，最后能砸天地了，这猫面不错。连扇化魂啊，死亡连扇镜牌。镜台啊，壁垒善恶啊，一击啊，这是啥？精心一剑不是剑道四方啊，不许听你的话，我靠不错啊。那刚才除了那宝子对你来讲影响大，武器还行啊，武器还行。哎，这小红裤衩竟然挺好看啊，大姨夫来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今天晚上拿我的 CC 直播账号用月，让月月帮我转播一下 UZI VS 杨洋啊。在梦幻西游2022资料片一决风云中，跨服擂台玩法的巅峰对决。起叫！你坐好嘞，起叫！
这年轻人。好了，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兄弟啊，天元五进士啊，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接下来进士啊，然后全身的一个不磨，两个不磨啊，两个不啊，项链不是不磨，两个不磨。